哎呀，我地方好疼啊！两位大哥别揍我了，我知道错了。这天，赛罗骑着雷碧牌摩托车在街上兜风，突然被一旁的黑暗扎基给看到了。这个赛兔子骑着摩托车瞎跑什么？不行，我要开车把他撞倒，然后吸取他的奥特能量。就这样，黑暗扎基开着自己的黑暗小汽车准备去伤害赛罗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黑暗扎基能追上赛罗的摩托车吗？赛罗，你快给我站住！你信不信我现在把你给撞倒？这个黑暗扎基太可恶了，赛罗一下就被撞飞几十米远。赛罗，你受伤的样子太丑了吧！我现在就把你吊起来，吸取你的奥特能量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黑暗扎基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，快把我放下来！在这个地方，你叫破喉咙也没人来救你。是谁在喊救命啊？不好，原来是赛罗叔叔被黑暗扎基给抓了，这该怎么办啊？我也不是黑暗扎基的对手。有了，我要去奥特小镇找人帮忙来救赛罗叔叔。小迪迦会找谁来救赛罗呢？爸爸爸爸，你快别修炼了，赛罗叔叔被黑暗扎基给抓了，你快去救救他吧。这个黑暗扎基又欠揍了，竟然偷袭我的好兄弟赛罗。小迪迦，你快带我去。那我们快走吧。就这样，迪迦父子匆忙地赶了过去。这下黑暗扎基可就遭老罪了。你这个可恶的黑暗扎基，我上去就给你一拳。赛罗叔叔，你别着急，我现在就把你给放下来。你个黑暗扎基好大的胆子，竟然开车撞我。我揍死你，我揍死你。哎呀，我地方好疼啊！两位大哥别揍我了，我知道错了。